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中文播客，我是朱琪。This is Chinese Pod, and I'm John. John, 今天我们高中级课程要买保险。Right, insurance, 保险。哦，我是很讨厌买保险，特别是人家卖保险给我。但是很重要啊。对，因为这个人生当中嘛，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怕一万？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怕一万就是说不一定你百分之百会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只怕万一你碰到不好的事情。Okay, the really unlikely event. 没错。那有保险的话呢，当然你就会觉得有一些保障啊。有钱。对，可是今天我们要去买保险的这个人他有点奇怪，有点不正常啊。对，我们但是很有意思。没错，赶快听一下。好。你好，有没有适合年轻人的保险？最好是能保本分红的。有啊，您坐下来慢慢看。我们最近推出了这款保险，非常适合年轻人。快让我看看。好好，这个险种每个月缴纳的保费不多，还可以分红。这边有费率表。您今年多大了？30岁。30周岁。30周岁的话交20年，可以保障到55岁，每个月只要交300-400块。您每个月少出去吃顿饭或者少买件衣服，省下来的钱就能够为您提供一笔高达10万元的保障。怎么样才能拿到这10万块呢？过了观察期以后，患了这些病就能申请理赔。那我如果不得这些病，不就亏了？怎么能这么说？买保险就是买一个保障，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当然，不得这些病更好。到55岁的时候，您还可以拿到满期保险金和红利作为养老金。肯定能保本吗？分红情况怎么样？每年能分到多少红利？肯定能保本。分红嘛，要看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每年都会寄账单给您，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演算，肯定比存银行划算。哦，可是这上面写的28种病没有适合我的啊。您什么意思？如果我买了以后就有什么3长2短，能马上拿到钱吗？只要过了180天的观察期后患病或身故的，都会马上给付。但是投保时要说清楚，带病投保不在理赔范围内，有某些疾病的还可能会被拒保。为什么拒绝我？公司拒绝我，老婆拒绝我，现在连保险公司也要拒绝我，这是歧视，我要告你们。先生，你冷静点，我找个同事来跟你说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我觉得今天的两个人都很精彩哦。是啊，一个不太正常，还有一个是非常典型的保险推销员的口气。嗯，是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这个男士他要买的是怎么样的保险啊。好，保险的词汇啊。今天确实是有很多保险的专用术语。对，比如说保本分红。保本分红，那我们先看保本。那当然这个保其实和保险差不多，它有这种保住保障的意思。那本呢？本说的就是你的本钱，你的本金，就是你花了多少钱来买这个保险。所以保本呢就是说这种保险你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个钱你一定会拿得回来。 OK, 所以保本 is break even。对，那么分红的意思啊，分红就是有另外的这个红利会分配给你，分配另外的红利。红利是？利是这个利益的利，利润的利，利润，没错。那么红呢，其实中国文化大家应该知道，红色是很吉祥的颜色。啊，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红利就是一种说法啦，是很吉祥很吉利的，你赚多一点的钱有利润嘛。OK, 那么红利就是 dividends。 对，那除了买保险以外，买股票有的时候公司也会分红给你。
Okay, 分红 that's like give dividends. 没错，甚至工作的时候，比如一年你工作表现很好，最后公司可以分红给你。Okay, 我明白了。好，那当然有很多款的保险啊，不同种类的保险。款是吧？对。那这里款呢，就是这一种。我知道，也可以说什么一款手机，没错 ，like a kind of model of cell phone。对对对，他说的就是一种类型。那一款保险。对。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保险，有什么人身意外险，然后也有这个健康医疗险，那这种就叫做险种，不同的险种。保险的种类，对，险种，是的。这样自己有买保险吗？有。你是什么险种？可以问吗？忘了。我是买的医疗保险。应该差不多吧。好，那不知道你每个月缴纳多少保费哦？缴纳保费。缴纳是吧？缴纳就是缴吧。对，那缴就是交，交钱。It all means pay。对，交缴缴纳，是的，就一个意思，反正你就是要付钱，你就是要给钱啊，保费，insurance premium， 对，就是保险的费用啊，中文很方便了，对啊，都是费，什么都是费费费，英文是 premium fee， 对对对，保费，所以你看学中文学对了啊，那么每个月要缴纳多少保费呢？通常这推销员都会让你看一个费率表，费率表 ，insurance rate chart。对，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哦，差不多就是字面上的这个翻译。费率表，那今天我们去买保险，这个人他挺年轻的，30周岁。对他来说呢，如果交20年，这个保险啊就可以保障他到55岁。保障是吧？保障的意思呢，就是可以让你一直到那个时候，他都保护你。Okay, so you're guaranteed. 对。好，那么保险怎么申请呢？有钱就可以申请。是吗？那么简单？没有没有，当然保险公司要来观察你啊，会有一段时期叫做观察期，观察期。Observation period? 什么样的观察呢？就是比如你买医疗保险或者什么人身意外保险，还要看看你这段时候健康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病啊什么的。有观察期。那通常观察期以后得了这个保险会保障的一些病以后呢，就能申请理赔。申请理赔。Apply for 理赔。对的，理赔是什么？那赔就是赔钱嘛，对吧？理其实就是受理，处理的意思。OK， 那么这就是 make a claim。对的 ，insurance company。对 ，make a claim 就是申请理赔。那理赔呢，也是一个保险术语。你可以说，比如我生病了，然后我又买了保险，所以我要求理赔。要求理赔。对，我要申请理赔都可以。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个男士真的有点问题啊，他就非常急的问我怎么拿到10万块钱，不生这些病我不就亏了吗？对对。但是呢不生病也不会亏啊，因为他买的这款保险呢就是也算是一种投资是吗？对，而且很有保障，因为你到最后可以拿到满期保险金，满期保险金还有红利。那么满期 that's just you fulfill the entire period。 对，大概多少年啊？像它里面是20年嘛，那最后你可以拿到这些钱作为养老金。养老金。 Okay, so that's like your retirement money。 对，不工作了对吧，退休了以后养老这笔钱。哎呀，不过人家向我推销保险呢，我都听不进去也听不明白，因为有很多的数字。对，他们会做个大致的演算给你啊，看看你每年能拿到多少分红啊什么的。你可以看那个费率表啊。也可以啦，大致的演算。大致。大致就是大概的是吗？对，大致的。没错。哎，其实对于要买保险的人来说，你要知道很确切的演算，应该这种大概的，我觉得不太保险。那么这个演算就是计算吗？对。
但是计算呢比较注重成果，最后算出来到底是多少。演算，这个演就是表演，所以它是更加注重过程。So just like you have to enjoy a performance,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ntire calculation process. 对，因为我想对买保险的人来说，最后我拿到多少钱，然后怎么会拿到这笔钱是很重要的。哎呀，对吧？一个过程。嗯，然后我们小时候上数学课啊，老师就常常会说，大家看黑板，看这个演算过程，因为他想教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嘛。Yes, the teacher always says, show your work, 对吧？对，这就是这个你的演算。演算。嗯。今天我们的保险推销员呢，工作还做得不错，但是这个顾客好像很急啊，他觉得这款保险不是很适合他。他比较关心的是，买了以后有什么三长两短，能马上拿到钱吗？三长两短？哎 ，Three longs, two shorts。对，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做衣服啊，剪头发啊，三长两短。是什么？人是说的是意外，不好不幸的事情。Accidents。对，我们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三长两短。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意思，是吗？对，反正就是不好的事情。OK。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嗯，那当然患病然后身故这种都算三长两短。等一下，患病就是生病。对，得病。那么身故是什么？这个故呢就是故去，也就是过世死亡的意思。Oh, death。对，那身故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太说，但这个是比较礼貌的，比较文雅的一种表达方法。OK。那万一碰到这些事情呢，保险公司就会马上给付，马上给付。啊，给付不是给付。是的，这是一个多音字啊。OK。给和给，那给就是给予。Uh-huh. 嗯，可是好多人也念给付，除非是就是专业的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们应该不会念错是吧？对，这个是他们的术语，他们都念给付。嗯，但是如果你买保险的时候就有病，也就是带病投保，这个不在理赔范围内，拿不到钱。投保 is like apply for insurance。 对，投票的投是吧？是的。那么带病就是这个时候 你身上已经有病了，好像你 carrying a disease， 对，你携带着这个病。So it's like a pre-existing condition, a pre-existing disease. 嗯，带病投保。是的，带病投保不在理赔范围内哦。而且如果你有某一些病的话呢，还可能会被拒保，被拒保。拒绝的拒是吧？对。所以这个男士后来会很生气，会疯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拒绝他，公司拒绝他，老婆拒绝他，现在保险公司都拒绝他，真倒霉啊。对啊、嗯、但我想他应该是已经带病投保，所以才会被拒保嘛。所以就活该是吗？不是活该啦，这个人家是规定嘛。 OK， 那我们再听一次吧，很有意思啊。嗯。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你好，有没有适合年轻人的保险？最好是能保本分红的。有啊，您坐下来慢慢看。我们最近推出了这款保险，非常适合年轻人。快让我看看。好好，这个险种每个月缴纳的保费不多，还可以分红。这边有费率表。您今年多大了？30岁。嗯，30周岁。30周岁的话交20年，可以保障到55岁，每个月只要交300-400块。您每个月少出去吃顿饭或者少买件衣服，省下来的钱就能够为您提供一笔高达10万元的保障。怎么样才能拿到这10万块呢？过了观察期以后，患了这些病就能申请理赔。那
那我如果不得这些病，不就亏了？怎么能这么说？买保险就是买一个保障，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当然，不得这些病更好。到55岁的时候，您还可以拿到满期保险金和红利作为养老金。肯定能保本吗？分红情况怎么样？每年能分到多少红利？肯定能保本。分红嘛，要看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每年都会寄账单给您。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演算，肯定比存银行划算。哦，可是这上面写了28种病，没有适合我的。啊，您什么意思？如果我买了以后就有什么3长2短，能马上拿到钱吗？只要过了180天的观察期后患病或身故的，都会马上给付。但是投保时要说清楚，带病投保不在理赔范围内，有某些疾病的还可能会被拒保。为什么拒绝我？公司拒绝我，老婆拒绝我，现在连保险公司也要拒绝我，这是歧视，我要告你们。先生，你冷静点，我找个同事来跟你说啊。为什么？为什么？ Jenny， 怎么了？讨论 insurance， 没想到会这么好玩，这种对话。所以说我们真的很有创意啊、哦当然保险呢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有很多重要的词汇我们都还没有讲到啊，可是你可以上 ChinesePod.com 来问我们。And we'll try to fulfill all your insurance vocabulary needs on ChinesePod.com. 对，我们会给你保险词汇的保障。好，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1065.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1065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1065.